Hello， 上瘾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薛八一。第一，安静的疯子；第二，食物收割机；第三个，你们帮我想吧。会一点点。如果一周只吃一种食物的话，牛肉吧。牛肉有很多种，牛舌，然后牛腿，选择性比较多。我有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和妈妈。什么时候？从我大概小时候4岁左右，他们自己决定就好了。八一吧。如果有角色需要，或者是有其他的要求，还是要求的好可以。十八一很好搭讪，你可能拿一个甜筒，第二份半价，我就跟你走了。